瑞岩部落是古老的泰雅族部落，当地正在富裕消失40年的原生种香米，背后有着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。一位老医师富裕香米的心愿，如今传承给儿子，瑞岩香米也命名为银珠香米，逐渐打出知名度。本集青年读霸节目邀请富裕银珠香米的青年团队放下农具，现身说法，分享他们如何用心耕耘土地的故事，结合农业专家，并透过募资计划，一步一脚印，用心贴近土地，不仅找回了记忆中的滋味，也找回传统作物的文化。敬请锁定本周四晚间10点《青年读霸》。